志颖经历严重车祸后，如今已经恢复的差不多。先前更透过陆纵披荆斩棘的哥哥复出，让粉丝们终于放下心中的担忧。今日林志颖在 IG 晒出和老婆以及李玖哲的合照，这也是继节目结束后两人难得再度相聚，并配文直呼好久不见。此前林志颖在节目中与小儿子 Jensen 视讯时，透露儿子非常喜欢李玖哲，为此李玖哲特意录制了一段影片送给他，并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过年龄这么小的粉丝，因此感到很紧张。这次李玖哲和林志颖重聚，见到 Jensen 的时候，也给了对方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李玖哲一脸宠溺的把 Jensen 小小的身躯抱在怀里，虽然看不到 Jensen 当下的表情，但想必他也一定非常开心。林志颖表示，这次的见面算是圆了儿子的追星梦，粉丝们也纷纷留言直呼李玖哲终于见到他的小粉丝了，两人看起来都很开心啊，真好温馨呢。Bye.